白沙屯进乡的历史来说，应该有接近200年的时间。这里海跟山的距离其实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我们从妈祖庙的建筑形式来观察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神明跟人的距离非常的接近。去进香不是去游山玩水。那时候的人去进香是帮妈祖完成一个就是年度的一个盛事，这样子的一个规矩，然后让人跟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我看这个沿路上不仅是有这个沿路跟着走的人啊，还有很多是跪在这个路上，那祈求妈祖给他们特别的保佑。我看他们跪在那里都非常非常的虔诚。现在网络的发达哦，真的就是我看线上一定也有很多人跟着一起走的，所以这个你这一路上这样子摄影是很辛苦的事情哦。2000年开始进香，那2001年刚好是兴趣拍摄，那一年的寮溪就被我拍到。哦，就持续就帮他一直做记录。早期摄影机比较重，对，那因为时代的进步，就越做越小。你们比较辛苦了，因为你们要把一路上的这整个过程传递出去，让不能来参加的人心里都心有所感。白沙屯妈祖不进香这件事情的呢神圣性很大，然后呢我们也对于白沙屯妈祖有非常崇敬的那个感觉，所以呢我们不会把不属于神的东西放在他的轿子上，所以就由人来背他。2001年的时候妈祖带我们聊会了这一天，20年前就那一次也是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就带着我们下了桥，然后妈祖说要聊对黑，然后我们就跟一样就跟在妈祖神教的后面，然后这样子手牵手的聊跪了一夜。那个每一个人聊完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洗礼了一遍，而且那种向心力又更强，就觉得好像整个人或者整个团队都被往上提升那种感觉。台湾的妈祖文化这种信仰确实让抚慰人心是很有用的，社会能够维持稳定啊，这表示说这个信仰在人们的心里啊，让他们有个寄托，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会紧张，碰到困境的时候也会坚持。有人说这是年轻人的成年的一个成年礼，要跟着妈祖走至少一次，才表示说你真正的有感受到这个社会最厚实的那一块的那个宗教跟信仰。